那今年有个30多万镑，我估计有能拿到70-80的。你说的算。那你这个，你拿的你这个出生率大概能有多少？以后变成成北的。5万出头。2-3个柜吧。我操，那等于这个你这个货值高多少？可是这东西很辛苦。哎呀，该不辛苦，也没有。这个东西就是。